上次我们讲 limit a n 等于 a，事实上这个符号呢，有不同的讲法。a n converge to a converges to a，或者是就是干脆就很简单的一个符号 a n 就趋向 a，那就是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 limit a n 等于 a。那个详细的定义呢，就是这个样子。随便给我一个 epsilon，我都找到一个 n，这个 n 呢会依赖于 epsilon 的啊，所以你可以看成是这个 n 是 epsilon 的函数，那它是一个自然数，使得 n 以后的所有的项 an 跟 a 的距离都要小于 epsilon 啊。那这个 a 当然是一个实数啊，那当然是一个实数啊，那这个我也要强调的。A 是一个实数，那图画呢可以这样子看，A 是一个点那我给定了一个 epsilon 的范围这个是 a 减 epsilon，a 加 epsilon，我就会有一个 n 走出来，那使得 n 以后呢都会在这个项里边，譬如说。这个就是我的 an，如果我的 epsilon 是，比如说 epsilon 等于一，epsilon 等于一的时候呢，我就找到 an，它后面的项呢都是在这个区间里边。那我再小一点的 epsilon，比如说 epsilon 等于二分之一，那我又找到另外一个 an。它后面的项呢，都是在这个黄色的这个区间里边。然后我又在一个更小的 epsilon，譬如说 epsilon 等于四分之一或者是十分之一，epsilon 等于十分之一。那 an 我又找到一个大 n，那后面的点呢，就是都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区间里边。所以这些点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就密集在 A 的附近，是不是？这个数列的尾巴，你越来越小的时候，这些点就是都那个尾巴全部都在这个红色的这些里边，对不对？那这个就是 limit 的一个严格的定义。那我们之前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已经举了几个例子。那今天呢，我要再举一个例子，是讲不对的时候。我们讲了三个例子是这个 limit 是存在的。现在呢，我要讲就是说这个 limit 是不对的。我们说。怎么说这个 limit 是不等于 a？如果前面那句话呢是不成立的，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这里的前面那句话呢是说任何一个 epsilon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 n，使得呢n 以后的项都跟它距离小，那。这句话不对的时候是说，如果我找到一个 epsilon，你怎么设这个大 n 都有一个反例，后面的 n 以后我都可以找到一个反例，那就是这句话就不成立了，那是存在一个 epsilon 零，我叫 epsilon 零，这个定义呢是这样子看的，有一个 epsilon 零，任何的大 n 我都找到一个反例，有一个 n，an 跟 a 距离呢是大于等于 epsilon 零，那
我们举一个例子。an 是负一的 n 方啊、哦，那这个是一个也是很简单的数列，它的图是非常清楚的，它就是集中在两点啊、哦、，a 1是多少？它是写出来这个数列呢是这样子安排的啊、哦，那我说这个是一个函数，因为。我这样子排的话已经是1,2,3,4,5 这样子、哦、排下去，事实上就是一个函数了、哦、我排第五位的这个就是5的 A5、哦、那所以它是负一一负一一负一一这样子这样子啊、哦、荡来荡去啊、哦、我们说这个数列呢是震荡的啊、哦、oscillating 好，那要证明啊，它当然这个 limit， 比如说我说这个是没有 limit 的一个状况，为什么没有 limit？ 因为你如果有 limit 的话，它会是什么？啊，它会是一吗？还是负一？你说它是一吗？我现在跟你说，它不是。啊，按照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设定。一个这个也是定义了哈、啊，这个定义，这句话是对的，哦，这个 limit 不可能是负一，啊、哦，那不可能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负一是在不可能是正一，一是在这里。换句话说，我设定有一个 epsilon， 我要找出有一个 epsilon， 无论你设定任何大 n 都有一个反例。那这个 epsilon 是怎么设呢？我想是应该很清楚的，在这个范围以内，你这个数列是不是最后的那个尾巴全部都在这个范围以内？不是嘛？因为有很多点是在外面的，有很多点是在负一。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现象呢就不存在啊、哦。那这个范围是多少？简单呢，你就 epsilon 等于一就好了啊、哦、从零到二啊、哦、这些点呢是跟一距离呢小于一的。如果它 limit 是等于一的话，就是这个尾巴一定要全部都在这里。现在不是嘛、哦、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定义呢去叙述，那跟上次一样几乎是一个填充题、哦、就是你将一些重要的部分呢给它填下去，那就 OK 了。所以我就令 epsilon 零等于一、哦、那你对于所有的 n 在 n 里边，我要找出那在这里这个定义呢，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个是呈现出那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你找出这个小 n 哦，在 limit 的时候呢，重要的地方我找出这个大 n 哦，那你说 limit 不存在，对于每一个大 n， 你找出个小 n，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负一不会在这个区间里边。那什么时候是等于负一啊？是奇数项的时候是等于负一，所以你找一个比 n 大的一个奇数项就 OK 了啊、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奇数项。2n 加1、哦、那这个 an 这个是大于 n 的，而 an 减1这个就是所谓 an，
它跟一的距离就等于负一减掉一，就比这个 epsilon 零要来得大。所以这个命题就是这样就成立了。我同理呢，我也可以说，那这里我不写了。不等于负一啊，所以一跟负一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两个 limit 啊。我们用类似的方法呢，这个不难做得出来。那除了一跟负一呢，其他是更难的，而且呢，你可以说我分成三步，第一步这个 limit 不可能等于一，第二步 limit 不可能等于负一，第三步 limit 也不可能等于其他的实数，啊，那如果这三步都做完了，那有没有可能有 limit 啊？就不可能了，啊，你有 limit 的话，这个 a 就是一个实数，那任何的实数都可以归成这三类的其中一类，那就做完。这个第二个例子是，也是这个第一个例子呢，是一些 limit 不存在的，它是所谓的负一一呢是正当的。那我们称这个数列呢，有这个正当的 oscillating 啊。那另外一个 limit 不存在呢，是这样这种的，一二三四这样子大下去啊。那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越来越大，我们说走向无穷。但是这种情况呢，我还是说它 limit 不存在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的极限不是一个实数啊，那我们还是这个分类说它不存在。limit 存在的那些函数呢，那些数列呢是非常好的啊，加减乘除都可以保持的。可是呢，如果你是无穷的话呢，你无穷扣无穷是什么就不清楚了啊。那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我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解释啊。无论如何，就是目前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给了几个例子是有 limit 的。那这里有两个例子呢是没 limit 的。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有一些所谓的问题，如果复杂的 limit。简单的 limit 我们有一些办法可以处理，如果复杂的 limit， 譬如说我现在有一个limit n 分之六加 n 平方分之派再加 n 减一，一个所谓的复杂的 limit， 那你怎么算啊？那一的一，二的根号，三的立方根，四的四次方根，五的五次方根，一直走下去，有没有 limit？ 哦，有的哦。
啊。n 乘以 sin 的 n 分之一 ，n 是越来越大 ，n 分之一是越来越小，啊，而 sin 的 n 分之一是趋向零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零乘无穷的状况。这个 limit 是什么？啊，啊，以下这个更有趣，啊。n 阶乘，当 n 越来越大的时候，当然是走向无穷，啊，但是这个数怎么估计它？哦，我们发觉可以用一些指数函数来将这个阶乘呢给它估计，它大概是这个数。那这个大概是怎么意思呢？左边有 n， 右边也有 n， 你的那个差异是你怎么去设定？事实上是用我们比较严格的那个语言呢，是这样子说的，是 n 的阶乘一的 n 方。我们有这个 limit， 啊，你将所有的 n 归在一边，那个 limit 是一个常数，啊，这个有名堂的哈，这个是一个复杂的，这个我们在课内呢，可能还没有办法去给它证明，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有名的一个 limit， 啊 ，Stirling formula 的一些性质，啊，那所以我们。有这个概念以后，要算一些复杂的 limit， 我们需要去了解多一些有关 limit 的性质。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讨论这个性质的问题。这个，那现在我开始越来越懒惰了哈。原则上应该要 n 趋向无穷的，我不写了啊。这个 limit a n 如果存在的话 ，is unique。啊，这个字呢，在熟睡上呢是非常神圣的哈、啊。你讲 limit， 你就是讲它只有一个，啊，你不会说，哎，这个就是 limit a n， 然后它又可以一，又可以二，又可以两个不同，又可以第三个不同的数。那这个这样子讲就没意思了，哦、啊。当我们说这个 limit 等于 a 的时候，事实上想法就是这个 a 只有一个可能性，不是吗？哦、啊。哦，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定理。那在这些理论的证明里边呢，你会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些技巧，而这个技巧呢，对于你去解决譬如说这些复杂的问题来说都是有用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一方面是让你像就是说说服你这些东西是对的，另一方面就是它是一个事实上是那些技巧呢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出来，我们去利用这些技巧呢去做一些更难的问题啊，去解决更难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命题当然是很自然啊，应该是对的。那但是怎么证啊？我们假设做这些唯一呢都是这个样子做的，假设有两个啊 ,AN 既越来越接近 A, 又越来越接近 B, 当然这个不可能的，这接近 A 的话就是它尾巴最后是在 A 附近，那我们只要就是说这个要求的范围够小啊，将 B 排除掉，它的尾巴就应该要在这里嘛 ,AN 就要在这里。但是如果你说它又是受限于 B 的话，就是在一个小的范围里边，这个 AN
全部都压在这里，这个当然不可能嘛，不可能，这两个事情是抵触的嘛，他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你又说了所有东西都在这里，哪一个啊？这个不行的，所以矛盾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假设有两个，然后呢，事实上是要强迫他们重合，啊，强迫他们重合。那你看看所以要订立一个好的epsilon 啊，那因为你知道 limit a n 等于 a 就是给定了任何 epsilon， 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epsilon 范围，那这个范围当然很方便的，就是你取什么呢？取它们差异的一半。哦，你假设 A 跟 B 不一样，然后取差异的一半，那然后呢，你就会有两个不重合的那个区间，那矛盾就出来了。哦，假设我们有两个实数，它们都是 a n 的 limit， 而它们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可以设 epsilon 是等于，假设 limit a n 等于 a，limit a 又等于 b， 而 a 不等于 b， 那我们可以假设其中一个比较大，哦，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做，那。WLOG 啊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啊，这个上次我们有用过的，我就可以 let b 大于 a， 啊 ，b 大于 a， 那这个时候呢，我才令这个 epsilon 是等于 二分之 b 减 a， 啊。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有从这个 limit a n 等于 a 的话，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 n 一以后的项呢，距离都要小于这样子的一个 epsilon 啊，这里我可以继续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因为呢，我就有呢，啊，绝对值小于一个数的话，相当于就是说它是介于这两个数之间，那每边我都。加上 a， 哦，那最主要是右边，啊，我这个加 a， 这边加 a， 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啊，那同理呢？这个 limit 等于 b 的话，我又有一个自然数。这个自然数呢，可能跟前面的自然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叫 n 一，一个叫 n 二。哦，那 n 二以后的n 二以后的所有的。那个项呢，它跟 b 的差异呢，也小于二分之 b 减 a， 哦，那将这个不等式给它分析一下，那这回呢，我就看后面的。那个不等号，
啊，我两边都加 b， 那就得出我左边加 b 呢是这个。啊，差不多做完了，啊，那所以当 n 大于 n 1的时候呢 ，a n 就小于这个二分之 b 加 a， 可是当 n 大于 n 2的时候呢 ，a n 却要大于二分之 b 加 a， 而这两个事实上有很多项是共通的啊 ，a 啊有一项是共通的，所以我令一个 n 它大于。这两个是自然数，它们当然有一个比较大。那我随便找一个整数比它大，我就有呢，就是 a n 既小于二分之 a 加 b， 也大于二分之 a 加 b， 那就矛盾了，啊，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啊，当然也是非常直观的。我们先定义啊 ，SEQ sequence。啊、oh, ，sequence 的缩写。我们说一个数列呢，它有界 ，bounded 是有界，啊、哦，相当于事实上这个想法跟集合有界是一样的啊、哦。一个实数有界，事实上我们有讲过，是说有一个 m 大于零的，而每一项的 a n 都小于这个 m， 啊、哦，绝对值都小于这个 m， 啊、哦，那换句话说就是它。这个集合呢，就是在一个负 m 跟 m 之间，哦，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直观的命题。如果我有一个 sequence， 它是收敛的，哦，意思就是说它有 limit 的，哦，那它一定就是有界，它一定就是有界，它不会是无界，啊，哦，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是非常直观，图画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有 limit 的话呢，这个 limit 我叫 a， 所以呢。你就是集中在 A 附近，你的那个点呢是集中在 A 附近。特别的话呢，我在 A 里边选一个区间，你的尾巴都要在这里啊。那简单，这个区间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啊，就是 E 为单位。哦，你大部分你的尾巴全部在这里，但是我这个是所有的 n 哦，哦，这个还不完的，还没有完的，但是尾巴是大部分的项，哦，尾巴以外的项只是有限个，啊，哦，有限个，从譬如说从一二一直到 n 一减一，这个就是。
尾巴以外的那些像。那既然是有限个，它可能是有几点在这里，有几点在这里，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因为有限像，所以我们找到最大的哦。那然后呢，有一个就必然有一个 M 是可以给它控制住，所有的点都是在这个负 M 到正 M 的这个范围哦。整个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哦。而当你有这个想法的话，这个很多很多我们这些命题就是你可能要画图了解，当你了解清楚的话，你要写这个证明呢，就很容易就写得出来哦。大家看一看，啊，我们先有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步，啊，麻烦是尾巴，尾巴有无穷项，那现在你有 limit 的话呢，我令 epsilon 等于一，按照这个 limit， 对于这个特殊的 epsilon， 我一定找到一个 n 以后的项呢，an 跟 a 的距离就要小于一，哦，那这样子的一个不等式，绝对值的不等式呢，演绎出来呢，就是 an 呢，就是在 a 减一跟 a 加一之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哦，那这样子是解决了 n 以后的项，我应该是这样子 ，n 以后的项。那其他的事实上是有限项，那就好办很多了，哦，好，那这里我可以再做一个估计啊，那实际上我可以不用这边来做的，你看看，这里是小于等于。啊，用一些绝对值的绝对值的不等式，我就得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我右边的我可以不看它啊，图画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要做我的大 M 呢。我需要这样子的式子 ，OK， 那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因为我就令这个是第二步，这个大 M 呢是等于 maximum 的，它除了 a 加一以外。还有什么？这个 a 绝对值加一，就已经是所有 a 大 n 以后的项的这个上界。那其他的项呢，只是有限项，所以我就放在里边。总共有大 N 那么多数，那这么多数的绝对值，我拿最大的那个，这个就是我的大 M。然后结论是什么？所有的 AN 都要小于大 M， 不是吗？如果它是大 N 以后，它是小于这个，所以小于大 M。如果是大 N 以前，它就是某一个项，也是小于大 M。做完。这个就是 bounded， OK， 哦，那这个 lemma 呢，做完以后呢，就会方便我们后面要讨论 limit 的式